实早年还有在唱跳的时候，就是穿高跟鞋跳，但是真的好多年没有穿高跟鞋跳了。然后平时我上尊巴课的时候，都是穿运动鞋嘛，舒适的鞋子。我觉得差别很大，而且因为今天站的位置是教学的位置，我才发现哇，老师很厉害，因为他都会说我们从右边开始哦，但他都从左边，因为大家看是一个反面嘛，所以他必须坐左边，同学们才会从右边开始。所以我平时都是学生嘛，然后我平时都是从右边，我今天要突然哇变成我的左右要相反，我觉得这个反而很考验我，就是要让我习惯左边才是我的右边。对，这个比穿高跟鞋还要难。对，之前没有在台上教舞这个。小时候啦，小时候小时候我是编舞的，就以前小时候的事不用特别提。对，就是以前编舞也不会注意到这么细耶，你通常就是会背对同学跳，所以你正常就是会从右边开始啊。但是今天是要面对同学跳，然后我就变成要一切都从左边开始，却跟大家说这是右边，对，这个很难。那有重回以前那个教舞的那种？我其实还是更喜欢学习耶，对啊，以前编舞教舞这个都是真的是很以前的事情了，对，当然印象也是很深刻，因为我以前是很凶的那一种教学的人，就是我会程度是我非常严格，非常非常的严格。雕，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校庆的表演，然后有同学就是很不认真，就是比方说有八个人，然后可能有六个人都很认真，有两个人就一直顾着自己聊天，然后还嘻嘻哈哈都没有要看，然后又跳不好，我就一气之下我把 CD 折我当着他面前折，我说是不想要学了，不想学是吗？然后我就折，然后丢掉，然后就走了。这么帅，好可怕，觉得脾气很暴躁。没有，因为他们真的很不认真，而且距离校庆时间很非常的逼近，然后其他同学很认真，我会觉得你们是害群之马。那你不耍一些这种动作，他们真的不会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如果你只是一直跟他们说，没有认真，要认真，哎，苦口婆心，我也是苦口婆心了很久了，他们不听，我才必须要做到折 CD 这种动作。所以平常不是那种凶，是当下真的激发出你那个，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我才会这样。尤其你看到其他同学这么认真的时候，你就会更觉得说，为什么一群认真的人要陪你们这群不认真的人在那边闹？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就是那种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很认真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惹毛我，我那时候真的受不了。那自此之后，那些同学有再也不敢跟你说话？就应该要讨厌我，但是就变得认真。就是我会觉得说，也许换来他们讨厌我，但至少校庆的表演非常的完美。对啊，也只能这样，所以老师真的很难当。我好几次就是可能八点左右起来，然后九点到家，然后跳完我们就一起吃个午饭，比较早的午饭。我以前是舞者哎，只是我现在不跳舞而已啊。但我是跟他已经好久没约，之前也有跟他说要不要让他来跳我的。对啊，但是我们就是后来都没有约到，可是我去他家跳已经跳过蛮多次。他会一直说我腰很细，然后我就会说你腿才细，然后两个人就会一直在那边争论到底谁哪边细这样子。所以他有触碰没有？触碰是没有啦，但是我就觉得他对自己很严格，因为他身材非常非常好，可是他就一直觉得不够，然后因为我有腹肌嘛，他就一直觉得有腹肌很棒。那我就觉得他的腿很直、很细、很长、很漂亮，但他就会说哪有什么哪边粗什么的，我就觉得他疯了，因为明明条件都很好，就两个条件还不错的女明星一直在觉得自己不够好，两个无聊的双子座，有第三人在场吗？没有，就我们俩。对，我是一个很勤于运动的人，所以如果我的私人课时间安排不上，我就会安排那个团体课，就是都是不认识的人。有时候一次上课就大概70人左右，然后也是给那个老师上课。我就是一个很勇于在各大运动场所报名团体课的一个艺人。对啊，但是你们会啊，有一次我热瑜伽，就是热瑜伽的时候是最狼狈的时候，因为他的教室是热气教室，然后我就是很像
有人拿矿泉水淋我，整身是湿的，然后在那边举哑铃的时候，就右后方就有个男生说，杨丞琳耶，然后跟他的朋友讲，然后他朋友还说屁嘞，然后说屁嘞之后，然后再转回来看，发现真的是，然后两个在那边窃窃私语，然后我还是要继续很冷静，继续举我的哑铃这样，对，但是还好啦，就是。对我来说，我的目标就是运动，所以我不太会 care 说素颜啊、狼狈让大家看。其实大家都是一样，大家都是想要享受流汗的人。所以我不管是在 WOW 这边，就是我这个明星级的 Jaylin 老师这边上课也好，或者在其他 Space Cycle 上课也好，这是我两个最常去的地方。其实会被认出来或者什么，我都觉得打打招呼就好，我还蛮无所谓。就大家可以更加见证我素颜，就是跟化妆长一样。有时候还在更衣室啊，就你洗完澡包着浴巾的时候啊，可是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算是那种私下就不会把自己当艺人哦，我就正常做我该做的事这样。不，他不在台湾啊 ，Hello。你们见面的时候，我想说，可以还是不行啊，润吧男生跳的话，因为润吧还是偏扭啦，就是那些动作还是偏扭，当然有一些 hip hop 的东西都有，但是我坦白说，我的私人课真的是明星的殿堂，因为我常常可以召集到将近20个人，而且是有3/2都是艺人，对，然后我是大家的班长，就是每一次人家都会说，班长我要报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或是班长我哪一天不行了什么什么，就是。我算是还蛮严格督促大家要运动，然后很多人都会说，比方说我拍戏，拍戏真的是很难安排，然后大家都会说，因为我拍戏，他们就会跟着没有运动，我没运动，他们就没运动。对，所以大家很需要我的督促。他自己本身就会跑步跟做一些器材的东西，他有他的运动方法啦，我会有我自己喜欢的方式，我就是那种不暴汗不行的人。如果你就是做一些小东西，然后汗没有流到让我觉得流够汗的话，我就会觉得今天没有运动到，很奇怪，就是有比较偏变态式的运动方法。美食主义者吧，就是其实减肥对我来说会很不快乐，但是我们又时常必须要面临需要减肥的时刻，所以我觉得保持运动习惯是让我可以吃很多身材也不走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之前去上新舞林大会的时候，已经算是我很突破，把自己对舞蹈热情找回来。可是你要把现代舞以外的舞风再搬回我的舞台上的话，我需要深思熟虑一下。对，因为它是我的兴趣，这是不会改变。可是它是否会成为我工作的其中一个，我觉得就不一定。但刚刚我也是忍不住舞动了一下。